西哈，那就看南投慈善宫哈，圣言这么多的正头哈，来参与哈整个这个盛会。阿弥陀佛，给所有的工作人员哈，麻烦我们所说的话哈，大麻烦两天，我到会场前哈，安排开一个大的空间，让我们所有参与的正头团队都能够能够把他的整个活动能够表演得非常的精彩哈。
好，来用各位我们现场的市民来说明哈，我们现在由南投慈善宫所聘请的啊是十家将，十是十几天这个十一个天字边再加个十哈，它其实十家将不是十位组成的哈，它是八家将在往上延伸哈，它前面一般前方会有文武二差，文武二差，文差辞令牌，武差辞令旗，然后接着会有两个亚班规，亚班规就是拿长的鞭那个甘柳二将军，甘柳二将军之后就是短鼻梁，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谢范将军，也有人说短鼻梁官号短鼻梁，接着后面有四位叫做四大神，春大神、夏大神、秋大神、冬大神，春夏秋冬，然后十家将还会在最后这个整个将团的最后会再搭配文判官跟武判官，文判官就是头戴宰相帽，手持真史布及宝笔，武判官手持金鳞及宝扇哈。那十家将在台湾啊，通常都是王爷的体系，王爷信仰的体系，称之为王爷驾前的欧阳大臣，这个台湾真好哈。以现在的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行政体系上来说，有点像现在的刑事警察啊，刑事警察。那十家将其实也象征在传统过去传统社会里面啊，整个司法体系，整个司法体系哈。那从前面第一个文差、武差接令传令啊，甘柳二将军两班规，两班规提鞭哈，两班规来捉缉拿这个犯人。然后谢范将军拿瑜伽及大锁来锁这个犯人，最后春夏秋冬四大神，四大神哈啊，分别持火炉、铁锤、蛇以及啊这个法器啊，象征拷打刑、拷打的这个仪式哈，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刑事司法体系，刑事司法体系。那再加上最后文武判官啊，象征传统的城隍体系或司法神的体系里面，文判官跟武判官刚好是神明驾前的两大助手啊，两大助手啊。传统过去十家将的这个展演会很强调啊威吓，传统的威吓警示的效果啊。那我们请各位现场的善心大德啊，务必配合，请尽量让出空间哈，因为我们家将在操演，还有一定的动作及传统的意涵啊，我们希望啊各位啊，我们家将的这个法器不会啊，怕恐怕打到各位啊，请各位啊千万配合哈。那十家将的展演在啊林茂贤老师的这个研究里面，其实十家将的展演融合多项台湾的传统艺术，包括传统的国术啊，国术，还有彩绘、刺绣，然后还有展演以及宗教的意涵哈。那它每一个展演啊，会有各自不同的意涵，包括啊，推音游、推戏蒙啊，打班规，然后像。啊，前面是为甘柳二将军加谢范两将军会形成一个阵势，后面是为春夏秋冬四位大神也会形成一个阵势，然后象征十家将到此地代表他所所属的这个神明来到此地赐福降祥除秽啊，有很深的这个传统社会教育意义哈。那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十家将是来自台东地区的好朋友们啊，非常的感谢哦，台东的圣贤宫的十家将哦，特别来赞敬哦哈，特别来赞敬哦，远从台东来的好朋友们。应该是那个传统，超天空的，我看过。
是非常正确。那不然怎么用换这个方向看呢？那就很正确。开始在上面看。接下来呢，甘柳二将军哈，来呢柳前来拜见哈。下来是咱大旗啊，吼，恭迎大神来庙前洗脚拜礼。春夏秋冬四大神啊，咱拜礼了啊，最后是温故而看花哈，温故而看花。啊，第十三种，这个顶头后面啊，一个大乌莲哈，乌莲啊，代表众神的纪念，一个乌莲莲子酒哈。各位啊，很多市民，请你注意哈，现在石家将在超越。如果你从正头的中间穿越，这里是高雄超越台北市很大的禁忌，叫做跨林啊，这个是很大的禁忌啊，所以请各位务必配合啊，我们要尊重我们石家将的各位大神及超越的老师啊，他们啊依照传统的习俗哈。现在我们是高雄啊，向头前带队的天父爷拜礼了啊，由啊文武文武车文车武车啊，请这个火菩萨的文车武车拜礼，拜礼了，祝大家都好，我们请他过两天，我们带着大家百天圣母的啊，是高雄啊，各位神车啊，祝你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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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学生，对于学生老师好，张小同学好，张小欢迎你学生，张小状元官好，张小。好，我们掌声欢迎张小，好，我们掌声欢迎张小，欢迎校长张小，欢迎学生，欢迎你学生，啊，这个天下百般羡慕优秀大家。好，对于现场的这些老师哈，你们来找到开心是否？啊，我们找到是否非常好？大家欢迎啊！来，这有在摇进来，大家觉得高兴啦？来分享百般羡慕优秀大家。各位老师、先生、各位大家好，各位咱新加坡的各位老师好。